慢慢吃。小 baby 用大 baby 了。不是嘞，我叫你分享那个开那个福袋的。福袋的。不用了啦，哎呀，注意吃。还修呗，修正人哈。还好。还好。那你要不要吃个贡丸？应该跟我都差不多了，汤好喝就好。你喝喝汤啦。怎么样？文儿子。啊，这里这里，快上看到了。这文墨。啊，大家好。大家，这个解析度比较没有这么强，不会拍到作文的。我另外是那个 iPhone 那个解析度超强，拍到那个皱纹都清楚。对，我叫你有一起去上英文。我跟你讲为什么这样子，它会裁切掉，因为用你用手机这样拍会裁切掉。应该对准我是哪边，就叫我弯下来吧。原本的画面不是这样子。我解释一下，原本画面不是这样子。他那个手机是垂直的，这样拍哈，它会画面。会裁切掉，所以你要拍横的。你现在拍横的，你看到，那就不会这样子。拍横的拍直有差、啊，解释一下 ，OK？ 不是我老婆的头拍一半，你看，我老婆为什么头为什么拍一半？因为那是裁切掉了，那个上层都裁切掉了，用手持就这样子的，所有拍横的 ，OK？ 好不好吃？你看我现在拍横的就不会了，哦，拍横的就不会了。哦，看你看你喝，好好喝、哦。这家还吃第二次了，龙轩餐饮。龙轩餐饮。炒面哦，炒面来了。炒面你们的吧。嗯嗯，然后炒面。两个两个炒饭加炒面的。你看别人有店无？你看别人有店无？你看别人有店炒面，能问吗？炒面来了，谁先吃？快点！我们要两个炒面。炒面来了。不、哦。我不要，你们吃就好，我已经吃过了。来，妹。炒面吃啊！爸爸，妈妈嘞？你吃啊！哎、欸，赶快吃了，趁热吃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全部都他吃的。哦。OK。他吃饭，叫我先。六张。他都要一下子受不了。他有加醋啦，炒面有加醋。那加醋下去，有点酸酸，是加那个醋下去。我等会炒饭呢、啊，看你吃。你准备几个炒饭？一个两个。啊，对啊，看你吃，看你吃完，啊，这个汤，还毛毛淋汤哦。你要啊，弄好，弄好。啊。好了，先暂停一下啊，饭凉好久了。哦，这炒饭来了，炒饭来了，谁要先吃？大力姐姐来。等一下啊，这是哪里来这么多？啊？不用，那炒饭等一下已经会吃光光了，好不好？炒饭、啊，晚餐。那个啊，你用那个汤匙。哦，这样干。前镜头这样这样，没拍到我吃的。没有感觉快点哦。嗯。那、啊、跟我炒的不一样。要加这个。胡椒味，他加胡椒加一下。嗯？啊？你有那个
每个人炒的不一样啊。OK。那等一下当哥呢？要不要加点辣椒？嗯。好了，好吃的，来，主播，来，最后安迪让你讲。三，阿亮，安迪让你讲。琪琪呀，哈喽，海牛，海牛，你有卖吗？好了，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。对啊，今天初三哦。今天初三。外面很多店都没开。啊，很多店都没开啦，店没开啊。对啊，对啊，还有这边有开。对啊，不然会肚子饿啦。好啦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拜拜。嗯，你走了吗？走了吗？